原标题，怪不得能成为杜月笙的秘书。这小楷即赞王佑堂，名传真，通书法，祖籍婺源，在清末闽初曾任广西荔浦县及广东番禺揭阳县的县长，后任上海的淞沪锦亲秘书，后又任杜月笙的秘书。王佑堂幼年随父迁居湖北汉阳，晚清官至观察候补道台，二品封典，患有两月干政，毕数十年，政声卓著。王佑堂在公于染汉，研求未微，私塾中网，立过心经，卓然名笔。王佑堂楷书音志文局部王佑堂留下的书法墨迹不多，目前仅见的有楷书音志文和太上感应篇。音志文全称文昌帝君音志文，道教重要典籍，称书于太上感应篇之后。王佑堂楷书音志文局部王佑堂楷书音志文局部王佑堂楷书音志文局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